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即将为我们带来好听歌曲这位同学，来掌声加尖叫。吉他学了多久？我没有特别去学，但就从高中就玩到现在这样。社团啦，所以未来的梦想是当歌手吗？不是，就只是兴趣而已。对，兴趣。好，那我们谢谢你。有兴趣的，他希望，平常私底下有在，就是往音乐方面走，他希望有机会这样。好啦，加油，真的，但是你要瘦一下。我来，你干嘛？人身攻击同学，你还在发育不行吗？你几岁？20。你20跟我讲他在发育，都已经 OK 了，好吧？20，20还是有吃的空间呢。真的吗？有吃的空间吗？对啊。你看像你嘛，一个比一个矮，一个比一个小，一个比一个苗条，对不对？不要攻击同学，他们会上网骂你。同学们，你们好瘦好漂亮，要这样才对，傻傻的你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麦关了以后就会说。少在那边乱讲话，我不是这种人。真的？那你的未来梦想？就可以在外面唱唱歌，表演，然后当个吉他老师。吉他老师，你的梦想很容易达成，我祝福你。是啊，好，谢谢。好啦，谢谢你们两个。对。打扮应该是有在走跳江湖对啊，没有，但是我最近有参加星光大道真的假的？还在海选，但都没有上。加油加油，没上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同学们勇敢追梦其实就很厉害了，因为毕竟你也知道海选，大家听起来好像都觉得好像很容易，其实很难。对，真的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有梦最美。就毕竟我们两个，像我们都没有海选过，我们也没参加什么歌唱比赛。海选。对啊，没有在海选的，我们都内定啊。也是，这年头了，经不起打击啊，你懂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参加比赛之前，我们都会叫公司先打去，确定他有入围，我们才去，才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我们不要这样带坏人家，没关系，做任何事情都要照程序走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所以你有参加歌唱比赛吗？我没有参加歌唱比赛，我比较喜欢弹吉他。所以你比较想走幕后吗？幕后还是幕前？弹吉他也是幕。就目前那样子，哪有？我在录音看起来好像在后面拍的，人家就想走目前，你管人家？好了好了，也是啦，或是老师什么那些也不错。对，我发觉你跟刚刚那一位小柯，名字记错了，好，来，他们的梦想很容易实现，真的就是也没有啊，就现在就是有一个竞争对手啊。对啊，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哦，等一下出来的这位姐姐可以跟她好好学习一下，她的来头非常有效，毕竟她刚刚在台湾刚发片，然后重点是她有从马来西亚来台湾，我告诉你，她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爸爸，你知道爸爸是谁吗？马来西亚的拿督，有没有很屌？有没有吓到？那你看到他等一下是要跪拜的迎接他吗？没有，如果他把燕窝跟珠宝给我的话，你真的很过分呢，你这个人。我觉得你姐姐听一下。对。
对啦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请来了一位真的有发片的歌手，然后呢让这些同学们，因为大家都还在追梦的阶段，等一下也可以来请教他一些唱歌的技巧。对对，然后所以说你们要加油，希望有一天祝你美梦成真，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厉害的吉他手，好吧？谢谢谢谢。好的，那以后可以来帮我们弹一下。好好好好，感恩你，谢谢谢谢。它里面有三首歌是 EP， 重点是今天只要这丝袜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太兴奋了。对，如果你们买丝袜的话，今天然后我会送你们我的 EP。虽然就是你们不认识我，可是我们今天可以就是大家互相互动，然后多认识，虽然大家会支持。重点是到今天好像不一样，都为什么？因为丝袜一双三百九之外，再送你一双丝袜，还送你一张 EP。搜寻瑞奇开讲，或者是瑞奇的网站，在上面打卡按赞，我们会有赠品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下次同学再见了，拜拜。